啊。提起来了，来坐坐。来吃个西红柿。谢谢。找我啥事啊？我找你借点钱。借钱啊？借多少？找你借1000块钱。以前我你都没有，我昨儿刚发工资。对，这1200不用说了。你要钱干啥呀？我想买个手机送给我的男朋友。你慢慢喝，我先走了。就把这首歌送给心爱的人，我的爱情一揉就随你点到为止。